没错，马上就要进入他们第一局至关重要的班匹画面。是的，蓝色方 JC， 红色方 AS 仙阁。没错，看一下在班匹上哪一方能够取得局面上的优势。可以说班匹在这个赛季就是一场战略上的博弈，在战略上博弈占到优势的情况下，在具体的战术执行方面会有非常大的优势。现在是拼脑力的时候了，芈月加达摩，仙阁打 JC 还是要搬一手达摩的。其实 JC 的话也确实喜欢用达摩边路，因为怼怼的达摩边路其实效果非常的不错，这也是我们在前几轮比赛看到的。也喜欢玩达摩，但是现在达摩辅助应该不太可能。但是怼怼的达摩边路很强，用出来效果一直都不错，线上基本没有劣势。老夫子，没错，他们其实倾向于边路使用达摩去跟野区的堕城做一个配合。看无痕这边第三班，老夫子是不太会放的，看守约放不放，毕竟 JC 在蓝色方，还有玄策。对，玄策其实一般是玄策李元芳。对对，这边达摩的一个胜率80%，那五场是赢了4场，这也是为什么要搬掉达摩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名选手的达摩确实也很强。针对班第二班搬掉姜子牙，哇，关键搬掉姜子牙，我就觉得这局两边有可能要打一个膀胱决，你就你慌不慌？还好吧，其实、哎、这个膀胱受得住哈。对，我又不是狂人啊。看玄策 JC 这边自己搬掉了，看仙阁最后一班。那么 JC 这手的话就是一选没有准备抢玄策，那么他们一选要抢的英雄诸葛亮、百里守约、百里。对，其实诸葛亮的几率是不小的，很多队伍还喜欢搬李元芳这个点，不知道李元芳会不会抢，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。没错，我看一下仙阁最后一班啊，在犹豫，有点难。但是其实 JC 这边搬的不是很针对无痕，这一点跟其他队伍做的不一样。我们知道无痕是仙阁的绝对核心，经济占比23.1%，全队第一。任何一支队伍想要在仙阁身上取胜的话，要针对的一定是无痕这个点。这场比赛并没有放出来，是手抢手约，没毛病。这样的话，仙阁其实可以把诸葛亮拿掉，以及花木兰。无痕这首关羽被搬掉的话，其实剩余的选择最好的就是花木兰。花木兰加张飞，诸葛还是没有考虑到先抢，以稳为主。在上轮的比赛当中，仙阁的张飞其实也在队伍当中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是的，确定啊？应该不会改，其实这个没什么可改。如果改的话，就是抢一手诸葛亮。诸葛分给 JC 的话，你觉得他们会抢吗？先别急，诸葛抢是很有用的，但是我们先看一下打野位置是不是选择纳克鲁鲁。他选择的几个英雄，纳克鲁鲁、韩信是比较多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会比较大。诸葛拿诸葛，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拿韩信，不然阵容都太脆了呀。那就只能是纳克鲁鲁或者李白。先拿哪吒？是，不然打野放到4-5楼拿，其实是比较粗暴的一个做法。这样的话，仙阁其实可以考虑把纳克鲁鲁拿掉的。那纵情这边可能说，哎，我打野应用出身，随便。这一手真的，如果拿个韩信是很 OK 的。我们来分析一下阵容。首先，他们有单带的哪吒，硬刚能力很强。在前期的压制力上，有诸葛亮加百里守约，已经够了，拆塔也够快。加上韩信打张飞这样的英雄，其实拉扯能力很强，就是我拉完就撤，拉完就跑。那到后期这种先退这个点怎么解决呢？所以辅助位置可以考虑拿一个庄周或者牛魔，因为庄周加韩信是在他们之前用过的一个套路，就是有庄周在，韩信抓不住，韩信怎么都抓不住，这个韩信到处跑。看一下不知火舞加杨戬，仙阁依旧选择了节奏型的打野杨戬。确实堕城的话，堕城其实打法偏节奏型，他不太拿野和刺客，他基本上赵云或者，哦呦，赵云。不过赵云是少数偏节奏型打野，但是又可以打得很秀的打野。JC 的赵云打得是非常不错的。哪吒辅助，纳克鲁鲁，老王的哪吒辅助，怼怼的赵云边路，对，让赵云去打边路。世界那么大，我发现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性。怼怼使用上单，达摩为主，赵云为辅，已经放弃了。他们的上单反而是节奏型的打英雄。他是可以去配合到队友去带节奏的，对，因为他们是这么认为。其实 JC 的战术方针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他们的打野其实不当做节奏点，他们的打野是一个高爆发核心输出点。这样的话，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开团强开带节奏的英雄，这个位置给到了边路。所以说怼怼虽然说他现在不在打野位，他以前的 ID 叫 VO， 他现在不在打野位，他去了边路位，但他做的依旧是打野位做的事情。对，
对，而且赵云和达摩有异曲同工之处，有控制，有伤害，来看一下而且还肉。奖励倍数方面 ，JC 1.91啊，这么高。那么其实 JC 以目前他们的状态，这个倍数其实是很值得一搏的。对，包括在竞猜方面啊，有很多的花样，像谁先拿到一血，哪个队伍先拿到十杀。第二局谁先拿到主宰，人头总和是单数还是双数都可以呀。但是我其实真的现在不太聊竞猜，因为在这个赛季很奇怪的就是第一个星期，我认为所有可能会赢的队伍都输，我也很奇怪为什么，只能说这个版本风云莫测，悄悄的笑，无法预估。对，怼怼这边赵云那个胜率71%，十七局使用了12场，很高，但是在这是在春季赛的胜率，一共使用了17局12场胜利了，没错，胜率非常高。哎。不过这场双方的阵容其实都不差，基本上没有说哪边阵容能够占到明显优势。纵情使用了2局纳个路全胜，可以说如果还能继续保持这个状态，可以冠得上王牌飞行员的称号。是，纵情嘛，反应快，手速快，最大的特点。不知道纵情年纪多大？肯定是。不大的，我觉得不会超过。越年轻的选手，这个反应能力越快。我觉得也就是不会超过18岁，看他的面相上，也是。哎，无痕这个最近感觉好像身体不是很好，感觉看起来就是。其实无痕年纪也不大。对，无痕的话，只是上台的话他比较凝重，他不是很放松。对，老是面瘫。对，其实看面相有时候是会骗人的，就像我的话，是不是？我身为一个10后，你也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呵呵，不想说话了。这一首呵呵是什么意思？10后，涅槃重生，荣耀再临。其实涅槃这两个字是仙阁最需要的，也是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做到的。看能不能变成凤凰。目前来说，可以说他们确实变成了一颗燃烧着的凤凰蛋，但是否能够操作的？但是是否能够浴火重生，就不知道了。就这个壳能不能让他们捉破是个问题。是。这边两边阵容的话，觉得 JC 这边前中后期都能打，全面的一个阵容。仙阁这边的阵容，我只是在，只能说仙阁这边其实心能够，我从 BP 上感觉啊，他们的压力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二楼的选择当中，如果他拿的是诸葛亮，他的心态其实是轻松的，他是跟你对着刚的。拿到了百里守约，我拿诸葛亮。当然他们可能一觉得，哎，百里守约哪怕诸葛亮也压不住。二，他们拿到的是什么英雄？花木兰加张飞，这是多么稳的一个选法。这样的一个选法，能够感觉到仙阁其实现在还缺少一个完全放开自己的状态。他们其实现在依旧是以稳为主，在稳定的基础上寻求改变。对，如果现在搏的话，说不定就翻车了，还是稳一点好。因为还是单车要不变摩托，要不变独轮车。好了，看一下双方第一场比赛，蓝色方 JC， 红色方 AS 仙阁。我是李周，我是琪琪。是的，看一下这场比赛究竟谁能拿下第一场胜负。很关键，双方一个气势上提升啊！哇，看一下这边真的，其实小雨还是淡定的，淡定的从草丛中走过，淡定的看到两个人，淡定的走出去啊！反正今天就是特别淡定。对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毫无感觉。中路的位置，拿虞姬对到诸葛亮，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。但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，哦、小雨这边有点凶啊，从这边龙坑跳下来了。不是，但是如果你老王一技能选择把一个张飞追死，我服。不可能，你想吧。好了，看一下鹰击长空 ，JC 纵情纳克露露，每分钟经济高达720 KDA， 高达16场均打野第一。哎，真的不得不说，年轻选手啊是要凶一点，是不是？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打王者荣耀，平时自己打，打个打野位，恨不得嘴里含两颗枸杞，你知道，生怕被反穿，非常难受。虽然说现在反应和手速不够快，但是你的一个语速还是比他们要快很多的。不然我可以退休了，真的，我打的没他们快，说的还没他们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记得上次我们去吃火锅，跟瓶子一起，我们吃个火锅，服务员问我加什么汤，我说清汤、骨汤，然后帮我加点枸杞，这是真实啊！感觉到这个年纪就是不能开始养生了，哎，对，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话，确实在上一场，其实仙阁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出现过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单的位置，因为他们选取了辅助孙膑，在对阵到对方的牛魔辅助的情况下，兔子的牛魔辅助。把前期的仙阁压制得非常惨，导致于中路的虞姬甚至没有办法去压制诸葛亮，这也是这场比赛他们予以了改进，杨戬不停地驻扎在中路，保住中路的发育。看一下 JC 三人的位置，哇，
因为这个版本对到诸葛亮，如果你前期不进行一定程度的压制，到后期很难打。看下这道伤害剁成，我没有反应过来。这个秒有点反应不过来，真的反应不过来，这是在自己家野区啊。是，这哪能想到呢？啊，只能说 JC 现在打的比以前要更加的有套路。这个蓝 buff 没有办法抢，老王这边也是仗着自己是哪吒，风生水起。那双方的一血率，一个第四，一个第五，差2%，其实差距不大。套路还需要人操作的，是看他们 JC 执行力也强，其实名不虚传。哪吒辅助呢可以打，但是一般打的不多。哪吒辅助的作用在于他前期确实非常凶，他的一个前期作战能力是所有英雄当中名列前茅的。嗯，清兵线还是比较快的，是双方现在2.5分钟，快3分钟了，还是比较稍微平稳一些的，没有打的想象中那么凶。看这个蓝 buff 没问题，一个人头的影响不大，但是仙阁现在一个人头就拉出了700块的经济，是很难受的一个事情，因为他们的野区其实被吃掉了。他们前期其实中单虞姬现在还没有发挥出来，这个英雄在前期属于比较凶的，但是神男其实现在他打的比不是神男，虞姬打的一般人稳，其实一般来说中单虞姬，哎呦这一套，我勒个大，对赵云也是凶啊，就是见面大招，就是赵云这个英雄啊，千万别怕别人说你地板云。有的人呢，他整天嘴上说你这个赵云空大空的很多啊，你不会玩赵云。但是说白了，他一场一共可能也就开两个大中了一个，然后笑眯眯的跟你说我有50%的命中率，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说白了，大出来没中的大招那叫大招，放在兜里什么都没用的那叫技能，那连大招都算不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压制。目前来说 JC 确实是把仙阁的蓝 buff 也去掌控住了，这样仙阁非常的难受。而且目前的鱼在中路基本上是不出兵不出塔的，一直是在清兵，这样的话会导致其实给到对方的压力不够大。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可以稍作改进，在中单拿到虞姬的时候其实一定程度是要凶一点。无痕哦，无痕这个位置有点孤军深入了，被 gank 了，这个就很难受。目前来说确实中单的这个位置虞姬没有发挥出来，哪吒飞大看视野，即停即走，是这样的话。但是一旦被前期让 JC 拿到一定的优势，百里守约的拆塔速度太快了，我点了2-3下就已经慢死了。对，这条暴君吧 JC 是想拿的，但这一波虞姬还在上半野区，无痕来了要抢一下，哇这个爆发有点高，抢不到，百里守约加纳克露露瞬间收掉一截血的暴君，这样的话经济差拉得有点大，有点亏。仙阁这边暴君没有抢到，边路的塔也没有帮忙拆掉。如果说鱼羽这边的虞姬配合上队友第一时间放掉暴君，而去选择拆上路的，但是现在的仙阁确实暴君控制率太低了，20%不到，确实跟他们现在打法有问题。前期的话仙阁确实是太偏门，这个大招扎不中赶紧走，就是下一下对面是这个要撤的。其实我一直都是很抵触大家说这个，说某个选手赵云啊这个大招放的不准或怎么样，其实赵云就是要这样，哪怕99键一个对中了就可以了。是，而且之前借用江小熊那句话，就是哪怕我前99个大全空了，我要扎第100个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像哎，先别急，看这位置神丹，哦有走位，对，这是大招逃命。对，二技能是没有打中，打中了赵云就要死。对，俗话说得好，熟能生巧，就像郭靖练降龙十八掌，一招亢龙有悔练一个月，是不是？赵云其实是一个道理，那个大招就像飞龙在天一样，扎多了自然就扎得准。他是武侠小说看多了，这叫童年，知道吗？不过这样的话，其实对于仙阁很吃亏。他拿这手虞姬起到的唯一的作用是中路稳住，只是稳住，但是虞姬拿出来中路应该是压人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个位置危险了！中间技能蓄力。哎呦，但是你看纵情的这个手速就是这样，在你大招中间一技能拍完的一瞬间扑你一套然后走。哎，老王这个位置就很难受了，边路没有怎么吃经济，很扛得住，但张飞一个大招吼出来，仙阁这波能不能撤退？无痕又是一张牌来玩，但这波打不过还是要撤。老王这波迈进去吃了3个人的技能，我还看一下倾城这个瞄准，这叫什么手速过剩，360度电风扇式瞄准，稍微的距离螺旋甩枪，这样反正我玩这个英雄是很难打中人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其实有两个英雄是这样的，一个叫做关羽，一个叫做百里守约。关羽是疯狂的甩左键，
马百里守约是疯狂的甩右键，就是要转起来，反正不能停。不过到现在的话，这个节奏对仙阁不是很有利，特别是无痕这边的花木兰前期死了两次。对，那个路这边经济还是最高的，这样的话一个团战打下来一套爆发，太疼了。已经出到了暗影战斧。其实仙阁考虑一下前期的一个中野府联动的问题，目前来说其实我看不到他们的中野府在前期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。对，前期节奏辅助基本上小雨这边没有办法，一直是只能在中路保留。打野位的话，一个杨戬啊，其实他单靠自己是发挥不出什么的。虞姬的话，虞雨基本上现在目前七分钟一直在中路稳健发育，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很有利。因为真的拼到中期，拼发育跟单点速度，他都点不过百里守约。这个大扎中了，但是对面人有点多。啊，对对，这个失误其实不太应该，这一波是不该大出去的，因为对方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位置。对。大招撞进来，老王直接飞到对方神南，这其实是一波少人的作战，不过对方血量不健康，小雨这边快要被烫死的时候，张飞一个大吼出来，还能扛得住，老王扛不住了，剁成这边一个大被诸葛亮直接收掉。花木兰中路带线，两边打了个五开。把这个张飞这一反吼，拖延了不少时间。其实大家要记住啊，一般来说，当对方一个人走到你二塔位置的时候，都不可能只有一个人。对。呜，这手。要打死。这是在 JC 优势的情况下，这一波太浪了。特别是鱼鱼感觉自己有二技能不怂，但是纵情的手速是真快，而且真敢打。纵情这边选手他的操作强势在哪，大家有没有仔细注意到？哎，这一手，哦，有没有狙360度又开始了，螺旋甩枪。哦呦，其实想的那个位置刚刚好是顾之武在的位置，是距离也稍微有点不够。我总觉得其实他这个甩枪啊，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？他不是准不准，当你看到一条红线疯狂转的时候，其实你心里蛮怕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鬼知道他在哪个位置就停了，有点慌。这个其实比他单纯甩一下可怕多了。心理战术。对，看下纵情啊，其实他每次大招砸一技能的被动都是砸的大招的极限距离，他是大招的边缘正好砸到，他不是正正好好砸中。玩的多了，主要就是反应快，真的是反应快。刚才雨来不及开二技能是什么概念？开出来的一瞬间已经被砸完了。然后吃了诸葛亮一梭被动，一技能就加个大直接收掉，没办法。想要主要鱼是想守边路那个外塔，这么拖下去的话，剁城这边会出问题。小雨好调皮笑，剁城还补了一手暗影战，在这里起码吃了三四下平 A。张飞是不怕的，嗯。不过现在其实仙阁这边比较肥的一个点其实是神南，又开始，你看这个红线转着，你怕不怕？从你身上扫过无数次，感觉像红外线扫描一样。当然这个技巧啊，我不推荐大家全部去用，有的人是用得了的，有的人是用不了的，这个技巧用不好很容易把自己转晕。我个人推荐百里守约三种狙法，第一种简单点，真的出被动之后没有红线直接瞄是最好的。第二种的话180度甩，就是瞄背后转身打出去。至于这个360度呢，它的一个优点在哪儿？这一点大家真的，我不是开玩笑，不要觉得它就是纯甩着玩或者好玩，这样的一个甩法其实大家要注意，如果你是从背后甩到身前，你拉的一个距离是半圈，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甩法，很可能在你甩到对方能够瞄准的一瞬间，你可能只要动一个15度到20度，就是说你那根红线其实移动的速度是更快的。嗯，其实这样的话是最快的一种甩枪方式，这个是真的不是我在这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但是这个其实非常的难，因为你要在甩到很快的时候突然停下来瞄准对方，是非常考验一个选手的反应速度跟你手部的稳定性，就是说一般人操作不来。对，一般人其实用第二种180度甩，不要这么360度转圈甩，很难。无痕这里不好跑，我挡，哎呦，还好出了一个中箭，而且还好是先做的红莲斗篷。对，没看出来倾城百里守约还有这一手。倾城我发现他英雄池真的非常深啊，边路辅助射手都能打。我跟你讲，这场比赛就是什么叫做宿命里的对决，一个叫倾城，一个叫剁城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座城，反正两个人注定是一生之敌。看一下神南这边跟老王两个人来回翻滚，你滚完我滚，走不掉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对方人多，深入敌后无法撤出，又一个大。等一下，血量压低，对面哎，仙阁只能回家补血，中路二塔一定得放了。这一扎被花满躲过，可是伤害还是高的，硬秒掉。小雨这个大火出来之后，这样还要反打吗？想秒出庸，神南扇子中辉月，加上大火炉直接秒了。
哇，神南这边你说气不气嘛？扔了一个扇子，没有来及的进场，而纵情这边爆发太高了。去这种顺风局的情况下，大优势先出辉月的诸葛亮，其实是非常招人恨的。在排位当中，你看到这样的诸葛亮，其实是很痛苦的。确实，其实我打诸葛亮顺风的时候，不太出辉月，喜欢出输出装。哎，这波无痕真的很难受。关键这手其实我没明白的是，小雨干嘛不往前走挡一下？其实这个算是个小失误，小雨刚才是可以到前面去挡。神南这个爆发，怼怼加纵情，瞬间一波秒掉，反应速度是真快。神南进去的时候，发现诸葛亮辉月已经傻掉了。但是其实刚才小雨是可以帮无痕挡，给个盾其实就有机会挡，但在旁边看着无痕被打掉，其实这个很哇，这也能打到，这是 GPS 定位。不过还好，打到小雨身上不是很痛。主宰控制率方面，仙哥也不高啊，全联盟也是落后17%。嗯 ，JC 是在中游。哦、对对，今天得要稍微找一下手感了。是，这个手感确实是不太好。玩这种英雄确实是需要找手感的，就比如说像青神玩的一个白手约也需要手感。哇，你这个是怎么一个打法？你看他再甩一枪，再来一枪，哎，可以再甩。我跟你讲，创立了一个新流派。真的是电风扇式百里守约，今天 JC 的一个手感全部都放到清晨身上了。主要可能今天怼怼在赛前跟清晨握了一下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把手感带走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乱握手啊！是真的，就是这个甩法是很快的，但是比较难。那这时候小雨开大好帅，老王冲到人群当中冲出来，奈何被打了很多，这个大扎中了一个大致命。哎，不过还有无痕这个一闪打到两人之后，又是一枪再中。这一个中间一技能拍不死对方的一个脆皮，需要人补伤害，但是没有人能补得到，这个很难受。青城在悄咪咪的点塔，点还是点很难点掉的，但是他可以磨一下。但是可怕在哪？百里守约，他点一枪赚一枪，这个英雄点人也一样，点塔一样。看我，在我看来，百里守约后期强在哪？他每一枪都是一个技能，点中的是一节一节掉血，他不是一点一点掉血。神南的帽子，不知火舞伤害装备起来。但其实不知火舞在这个版本就是这样，装备起来了之后一直有时候不好秒。主要百里守约你不好秒他，百里守约有个大招在，是你秒他不成，可能自己被反而被百里守约秒掉。没错，那我们看一下纵情的装备，这场的话纵情跟平时不太一样，一反平时绝对奔放的打法，开始一定程度求稳，出要出一个不祥征兆，你还没有到年纪呢，是不是？怎么感觉出门就要穿秋裤了呢？这种感觉就像这身装备就有种感觉，就是火锅里放了两颗枸杞，真的。一般来说，以纵情的打法，最多出把名刀，就差不多。有没有那种超级辣的火锅里面放两个枸杞？那个是不是还是放骨汤好？看一下这手，拿到现在的话，经济差其实稍微有点点大，差不多7000块的经济差。目前来说，对于仙阁这个局势不好打。仙阁这个有张飞守塔还稍微好一点，要没张飞就需要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不能太紧绷，他们需要有一些人适时的站出来浪一点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当他们有几些人能站出来浪的时候啊，无痕就不会变成一个绝对被针对的点。如果每个位置都稳稳的打，其实那很简单，你不出来浪我针对你干嘛，那我就死抓无痕这一个点就好了。这就是仙阁的战术方针。哦，不是这个百里守约，这床还没有开又来，直接两个 C 位残血，别急，你看一下，那这样的话下塔有机会推掉，我感觉他还能甩两个 C 位回家的这个间隙，是直接推掉下路高地。那这个电风扇又转起来了，这一次的战术执行力还是非常强的。不然这样的话破了一座高地，对于仙阁来说局面就非常的不利，因为现在的话比较可怕的是黑暗暴君他们还没拿，一旦拿掉的话，这个百里守约的 poke 伤害会非常过分，而且主宰还有一分钟刷新，有了主宰兵线上面也有一定的优势。对，拿到这条主宰的话，首先纵情的爆发会特别高，第二的话这个百里守约的 poke 伤害会特别高，这两点就很过分。如果说再来主宰先锋，让对面的精力集中在推这个兵线上面，更不好躲。又转向这个位置还是很好狙的，不好躲。无痕这边被打一套技能，只能选择后撤，要追也不太可能，毕竟张飞在。如果现在能够统计一下目前青城的这个二技能命中率，我觉得会很有意思。我觉得他已经算是职业选手里面非常高的。下一场呢，如果还拿这个英雄，你拿个小本本记一下，画正字啊，看一下他中了多少枪。哎，好的。是。雏鹰补出了帽子。但是我觉得第二局应该拿不到，拿不到了。
第二局的话 JC 是在红色方，说不定他们会自办百里守约。嗯，也对，因为以玉的一个打法来说，其实百里守约要好过虞姬。嗯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电风扇转起来最起码有五档，真的转的是真的快。这个手速真的不一般、啊、这个属于眼速快，你知道吧，这不是手速快，你得看着过去、啊、还有无痕这个位置中间已经能清兵，清完之后能不能先杀到重骑，就这一个排来中东西那边有复活甲，站起来打一套再往上压，老王又扎进去了，很难受，玉这边收到鱼，但是不好办，这个位置看剁成跟玉的了，神男没死，哇，神男差一点儿，队友帮他吃了这个被动伤害，不然诸葛亮这个被动打他身上就直接死掉了，这一枪很致命，一发入魂，很难受，又一枪，小走位躲了杨戬一个技能，真的这种百里守约是真的很可怕，真的。这局真的，如果这种比赛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倾城的百里守约究竟有多强。普通的文字是不能形容的。这如果是一场排位，打完之后会举报他开挂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对面很难受，自己也很舒服。确实，这局百里守约给仙阁造成了不少的精神压力。这个火力掩护有点凶了、啊，都已经跟人其实在这个位置中路这个高塔是可以守的，嗯、一枪带走玉。他这个装备又痛，有了破军的。百里守约在狙残血方面，在狙50%血以下的目标的时候，非常致命。而且看到残血，感觉自己的命中率都会高很多。对，但是我个人还是有情建议，大家如果真的要用这种电风扇式瞄准，我是觉得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一开始开个二档就差不多了，嗯、不要赚到五档那么快。对，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已经快拉开到一万经济了。其实仙阁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五个人抱团战特别紧，这种情况其实很大程度让青城那边很好狙。对，命中率会大大增强。但站一起有可能是想让肉去帮忙扛一下这个伤害，不然脆皮如果说站开的话被一枪秒掉，那不是很伤。但是就青城现在这个装备啊，只有打到小雨身上是不痛的，打到别人身上都痛。剁城还好，剁城他这个杨戬出的也是个肉，但他护甲是真不高，就一个不祥征兆加上一个魔女斗篷。而他这种甩法是什么，你看着那个红线擦过，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。嗯，不好躲，是。而且这是百里守约最喜欢的情况，就是压高地，对方缩水晶，他站在高地上狙。这样其实对于被压的那一方不好走位的，对，位置太小了。对对，哎，对对，这个位置四人中间要被反秒，打一套，但是倾城扑下来伤害很高，神男扑成丝血秒了，配合出佣，对对还没死，丝血逃生，血量越低免伤越高，福大命大又扎下来，只要我有被动我就敢打，还不死又吃一个技能。真的刚二连击破还能不能追，无痕这边要清楚在先锋，但是很难受，一个出用满血压进来直接要收割，没有办法了，主宰先锋压到，有没有再来一枪，又中一个大招，水全力击杀，强迫水晶，让我们恭喜 JC。 最后这波感觉赵云的被动立功了，是